将派四常委家族离岸公司被巴拿马文件曝光后，习阵营连续强调官员要注重家风。4月21日，习当局启动天网2016行动，其中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尤为令人关注。近期，习阵营针对江泽民老巢上海及老家江苏的金融反腐升级，并密集动作查处私募基金。国际上，西方国家加强对中资银行的反洗钱调查，瑞士表态加强与习当局反腐合作。外界关注，包括江泽民家族在内的江泽民集团的黑金在海内外面临全方位的围剿。4月21日，中纪委官网报道，日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报道称，天网2016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其中继续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行动，最高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央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中组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纪委开展出国境证照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树贤表示，多管齐下，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绝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去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行动。今年天网2016行动启动时间较去年推后近一个月，恰逢巴拿马文件披露中共高官家属离岸公司之后，时间点敏感。天网2016行动中，央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令人关注。4月3日与6日，巴拿马秘密文件曝光各国权贵者隐秘资产，其中涉及中共现任和已故高层领导人亲属。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黎的女婿、刘云山的儿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都有经巴拿马莫萨克律师行开设离岸公司，多家公司均在香港运营。4月12日，由王岐山主掌的中纪委机关报刊文重提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官员廉洁齐家。4月13日，微信公号学习小组发表长文披露习近平向政治局成员提出五个要求，其中包括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4月15日，官媒全文补发李克强上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廉政会议上的讲话，并且重点配发李克强党员领导干部要培育良好家风主标题。4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再次刊文称，从近两年曝光的腐败案件来看，出问题的贪官多有家风不正、治家不严的问题。4月17日，中共军报报道，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要求将领军官汇报家庭财产。4月18日，习近平召开深改组会议，决定继上海之后在京、渝、粤将试点规范官员家属经商。值得关注的是，习阵营上述系列动作还与近期海内外金融反腐升级及加速围剿江泽民父子的行动相呼应。4月4日至8日，江泽民老巢上海接连爆发中近百亿非法集资案、快鹿兑付危机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 7.8 亿元票据案、上海永邦内幕交易案等金融大案。4月5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处置非法集资意见。4月10日与11日，媒体接连披露江泽民老家江苏省无锡尚德总裁唐骏失联，苏州首富恒烈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被带走调查，南京米干董事长刘丹涉金融诈骗，公司被查封。4月12日，微信公号私募风云透露，上海私募一哥徐翔案即将在青岛市法院开审，徐交代于50左右上市公司董事长勾结操作二级市场，与四五个小太子输送利益，400亿左右资金尽数发光。文章还援引知名财经人物郎咸平的内幕消息称，徐翔案涉上海一个著名的官二代，据说有20个高级官员的家属在买徐翔的基金。4月15日，大陆证监会密集通报对上海私募基金京西、
投资等公司的处罚，对25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检查处理结果，对金融审计评估机构检查处理情况。中国基金业协会通报3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被撤销资格，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此前，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等将派太子党操控私募基金敛财的内幕被不断曝光。去年股灾，江泽民集团被曝利用私募基金进行操控市场。外界关注，习阵营在江泽民老巢上海、老家江苏金融反腐升级，并连出重磅动作查处私募基金，突破江泽民集团的核心利益地盘，打虎指向江派太子党。在国际上，4月10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国银行被控协助非法资金自意大利流入中国大陆，意大利央行正对中国银行意大利分行展开现场金融检查。4月5日，财新网报道，近期美国纽约州金融监管局、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均对当地部分中资银行进行了常规或临时检查。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也对建行、工行的伦敦分行金融犯罪科目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反洗钱、反金融腐败等方面的合规情况。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对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启动了反洗钱调查。评论员谢天琪分析，西方众多国家同步加强对中资银行的反洗钱调查，巴拿马文件曝光中共江泽民集团人物的一条黑金外逃通道，这与习阵营国内的金融反腐升级相呼应，将意味着江泽民集团的黑金面临全方位的围剿，无可遁形。4月7日至9日，瑞士联邦主席约翰施耐德阿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克强和习近平先后会见了阿曼。据悉，阿曼对路媒表示，他将高度重视同北京当局加强在反腐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港媒评论，这意味着原本面如保险箱的瑞士银行业将向北京敞开大门，那些在瑞士银行存放不易制裁的中共贪官们好日子就要终结。此前报道，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江泽民与周永康等在瑞士都有天文数字秘密存款，瑞士此举或令这些秘密账户曝光。与此同时，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近日在国际上被进一步曝光。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报告批评中共残酷打压人权，包括人权律师，继续迫害法轮功等弱势群体，施行酷刑严重。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的观点，质疑中共依然在强摘器官。4月14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举办主题为中国广泛使用酷刑的听证会，从中国辽宁逃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尹丽婷作为证人，讲述了她在辽宁整黑监狱遭受群体性侵害并被录像等恐怖经历。尹丽婷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参与对她迫害的部分主要责任人名单，其中包括江泽民。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国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认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4月21日，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再次向大纪元肯定表示，江家已被内控，只是其当局没撕破脸对外宣布。3月23日，郑恩宠表示，非常可靠的消息透露，江泽民的2个儿子江绵鹏与江绵康已经被内部控制。